说我的阴公李玉书，要让伊当在条为官。哦，你出现在出乎，原来是为着要帮助李玉书，所以要以煞血死血位。因为你无在开心呀，既然若无，就无法做做官。我知影，伊今仔日票票伫个家。所以准备施展法术，把伊开心爷调来给阮玉书啊！中大万岁，土叔叔要上书你休息，你都爱猜，那是你玉书，本是天庭的金甲星下凡，因为伊是犯罪下凡出世，所以必须要经过种种的苦难。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也不由心。人必须要顺天理，天道爱这号架势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，你不应该任意随行啊！娘娘，你讲的这个道理我拢知影，我拢可能唔知，按古人伫咧讲，也着时运，也着人，人若爱自助，天嘛都爱帮助。啊，天若无助，伊就爱靠自己啊。啊，不过伊就无在条靠家己，伊就啊欺爸欺母，欺小妹，佮欺自己。伊免啊，我都做官。因你讲拜我有三代，我应该报恩啊。啊，若无，伊是袂讲哦，我代志无代到，我都无伫庇佑这底细。我是伊家臣呢，伊若真正无做官，安尼免来用钱。希望讲你高抬贵手。这件代志，你就莫插莫管，赶紧的，让我来去调过生爷。啊，若无水休人过，我就袂赴啊啦。你明知此事严重性，明知故意犯，事情不应该。方才我已经甲你解释事情的严重性。假使我若是帮助你，你若是违反先规，玉皇大帝若是见你，你可了解怎先下幽魂？我即马无就讲遐济啊啦。